这是我在日本看到现煮的咖啡贩卖机哦，咱今日来看看到底是哪种。你应该应该啦。它这个是用咖啡豆放进去，然后真的会这样一包，从咖啡豆磨豆到泡给你，全部都宣布是最新鲜的了哈，宣称最新鲜的，所以现在刚好有一个有一位先生正在添加这个咖啡豆。这是他们的贩卖机，这一台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。右上角有一个荧幕这个上面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咖啡，它是现磨的哦。太厉害了，这种。